这个有点这么多人呢，我的天哪，哎呀，八大区的人看看多不多，上午10点，刚好这个地方呢，它也是有一种情况出现，是有几个店门口排队的非常多，所以说都挤到这个地方了，看看。这边就好一些了。这个地方又开始了，又开始堵了。看都卖什么的？哦，卖那种带直播的字样的那种包。爱在直播，难以离开。我第一个吃的就是这个。风里雨里，我在直播等你。还有这种扇子。这是什么做的？黄米和紫米。哦，黄米和紫米。朋友们，跟我感受一下淄博八大局的一个气氛吧。我觉得现在这个人气比我前两次来的时候啊，这个人气都旺。嗯，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这人也太多了。这是什么啊？精酿啤酒。啤酒？对。来试一下，来尝一尝这海盐荔枝的，很好喝。这是海盐荔枝，再给您倒点水。2.5度，你们只要不是正常，您等一下。这个杯子怎么那么大？这个这么大，上面这样设计的。我给您倒个海盐荔枝，好好好，这个像饮料。这有酒精度吗？2.5，还蛮爽。这个是那种啤酒，免费品尝。看一看，光是人家这些志愿者就多少人吧。哎呀，这个地方吃烧烤的又开始吃起来了。哎呀，上午10点就开始吃起来烧烤了。看一看，朋友们。这个地方就离开主要的街道了，然后往前面走就是那个八大局的停车场。猪头肉，猪蹄，猪蹄哈，嗯，可烂乎了哈。怎么卖的这个？这个48一斤。哦，按斤卖的。嗯，按斤卖。一个10多块钱。哦，还有这个卖雪糕的。还有咋卖的呀？一个啥样的？3块钱一根。我就看看呗，大概可以，可以啊。这是老冰棍哈，老冰棍，这是绿豆的啊。你要啥嘞？绿豆的吧，我拿一个，3块钱一个。哦，这纸包装的，你说这边买不到？哦，这老冰糕哈。嗯，行，谢谢你啊。嗯，3块钱买一个冰糕。前面就出去了，看他们也是买的那种，他们买的是那种红的雪糕，这上面有字。这个地方就出去了，然后我还是再到里面去逛一逛。现在进去，继续再逛一逛。其实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就等于这个身临其境了。因为我的镜头里面没有加修饰嘛，连那个音乐都不加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场的一个真实场景。
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就是大杯的可乐，15块钱一杯。这个就是奶茶。这种是多少钱？25块钱一个。小杯的20，大杯的25。竹筒奶茶。然后前面这个地方是卖什么的？这叫什么椰子？这20一个。椰子汁，净喝椰子汁多少？椰子15，那个这个12，椰子15。大烧饼。这多少钱一个？5块钱一个。啊。烤肠。这个是新疆的烤包子。4块钱一个，10块钱3个。这个是现烤的烧饼，看一看，看一看。哦，在那里面烤的。那个烧饼是，6块钱一个。现在我准备从那个地方开始出去吧，因为这边人确实是太多了。它这边唯一有一个好处呢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树，啊，走不多远就有一棵树，走不多远就有一棵树，就是说有树荫，还不是那么晒。这个地方淄博，这几点钟开始的？现在已经开始了。哦，开始了都。现在可以吃了。哦，现在已经出来了，到门口那个人气还是一样的旺，朋友们，是吧？我们就这个有时间了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是吧？光看人家说的可能是说那没有那么那个没有那种切身体验的那种感觉啊。好吧，那么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